我的娘嘞，什么情况？哎呦我的娘嘞！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外面天还没亮，我住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放音乐了。我的天哪，昨天晚上被蚊子咬的一宿都没咋睡，这咋回事啊？我刚才看表才6:30，这个大音响咣咣的就放开了，啥意思啊？这是不想让我们在这露营？你就说你何必6:30就开始放音乐呢？我的天哪！哎，昨天一宿加今早上，我被折磨疯了。马上你们看，嘴角，马上一下就上火了。他们跳来是早上有人来这儿跳广场舞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跳到了几点，然后撤了。我又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睡到了现在啊，现在已经是11点了。然后昨天晚上简直被折磨疯了，真的，就是昨天晚上真的车里面全是蚊子，但我实在是又困又累又不想动啊，被蚊子咬懵了都，手。这手指头上全是，然后脚丫子上、腿上，这脚丫、腿上、脚丫这儿，哎呀，痒死我了！我现在呢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，都已经收拾完了。这是我进藏以来自己开火的第一餐啊，就是泡方便面。这个方便面还是在那个哪儿九寨的时候拿回来的，一直到现在。就烧上水，然后把它泡了，就当早餐了。然后吃完咱们就出发。今天呢，咱们是要到这个泸定。到泸定，咱们今天可能会穿越二拉山隧道什么的，到时候到那儿停下，然后给大家拍拍景色什么的。晚上到泸定入住，就这么定了。吃完了，准备出发啊！给你们看，哎，看这全是汗，我的汗真的是顺着往下淌的，这面。行了，吃完饭咱们出发。那警察叔叔让我那个啥，让我掉头，然后告诉我必须走高速走，不让我从这面走到泸定。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意外花钱的地方，走高速让我说这面塌方不让走，全都要从这面走。警察叔叔带我往前走呢。头疼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上高速了，说好的自驾318呢？变成自驾高速了。啊，我忘了，今天是10月1啊，免高速。免高速费的，哎呀，哈哈，好了好了，出发，往前走了。不是吧，我这刚上高速就开始堵，刚刚上高速呀。可以完美的躲过这个大堵车，结果我还是赶上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可能都不信，我从来没赶上过高速堵车这种情况啊，就是10月1或者怎么样的，我们家那面从来都不堵车。在车上堵得太久了，你看着没有，都有人下来走了，都已经不在车上等了，看，都已经下来走了，走着走往前走了。哎呦，我的了个娘嘞！终于雇佣到出口了，我终于看到出口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怀疑呀，我到泸定县城里面都不能有停车的地方了，真的，这么老多车全是在泸定下的。你们往右面看，那些车看到没有？那些白车都特别明显，老多老多了。你们看一看，这下面这加油站。有多些人，我的天哪！二狗估计都傻了，他一直这样望向窗外。给你们看看导航啊，
9公里要开1个多小时，红成啥样了都。好不容易雇佣到收费站了，这还是堵。哎呦呦呦呦，9公里开1个多小时才能到。哎呀，这简直是要了命了。这种路真的是又练耐心又练技术，你得紧跟着前面那辆车才能防止别人加塞儿。我出来这4个多月别的有没有长进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这个路怒症反正倒是减轻了不少。我今天一点都没觉得怎样，这要搁原来我真气死了，然后如果说别人再加个塞儿，我就想骂人了那种。但是今天都无所谓了，就是耐心多了很多。我了个娘嘞，进隧道的时候是白天，出隧道天已经黑了，家人们。啊，终于开出那个堵的地方了啊！我现在一口气过了泸定县了，出来这么久，这应该是第二次开夜路啊！我到地方了，我现在是在这个叫冷气镇的一个地方啊。本来想在泸定县城住的，结果车太多了，应该是没有地方，然后到了一个叫冷气镇的地方，找了一个地方停车，对面呢是有一个公共厕所，然后我的周围呢全部都是大车，给你们看看，全是大车，我的车就夹在了这些大车的中间儿。好了，今晚就在这儿休息了。现在呢是全部都收拾完毕了啊，准备要睡了。在睡之前，咱们还有一个总结啊，就是看我今天花了多少钱。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花销啊，今天就是买菜买水果什么花了，我统一写的买菜。这是第二天，然后走318的第三天，然后这是买菜，一共是花了91.5啊，今天花了91.5，昨天花了83，然后这两天没有加油，就只有这个费用。这么看我好像是花超了是不是，因为我每天的油费不止就10块20块。但是不要紧，咱们是平均，咱们以一个月为基准，然后只要平均每天是100块钱，那咱们就算挑战成功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晚安。